干嘛一直盯着我看？因为我想亲你啊。啊？亲我？对啊，不可以吗？你这么直接的吗？你不喜欢直接的。我。那可以亲你吗？这是在外面，好多人，不太好吧？在外面才刺激啊！你不愿意？不是、啊。那我亲了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想我亲哪里，我就亲哪里。要不亲脸吧？亲脸？嗯，可以啊。嗯，那我来了。拜拜。不是说好亲脸吗？怎么亲嘴啊？哎呀，我亲错了，那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好不好？来了。你怎么又亲嘴啊？错了，错了，那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哎呀！你好漂亮呀、啊。要不要亲个嘴儿？好鬼、啊！太快了吧？有吗？没有吗？都直接亲嘴了，你干嘛？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我都闭眼了。我觉得有点太快了。不喜欢吗？喜欢我？你怎么这样呀？因为你可爱呀。你这样我不太适应了。你好香啊！我用的沐浴露。我家没有。那你要用我家的吗？家里没人吗？没有人。那方便吗？方便呀。那走吧。走之前要不要亲一个嘴？你怎么进来了？不是你让我进来吗？魔鬼，我不是让你帮我拿浴巾吗？哦，我忘了耶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什么故意啊？就忘记拿浴巾啊。我可能是吧，你脸怎么红了呀？你想干嘛？就客厅有点冷呀、啊。那你把空调打开呀。可我家客厅没装呀。你这里面好像挺暖和的。我怎么了？这样不好吧？什么不好？我都没说你吗？你耳朵怎么又红了呀？啊？你说的话的意思就是？什么呀？没什么，你赶紧去帮我拿浴巾啊！那拿完浴巾我可以。拿完再说。你想不想在这里试一下？啊？魔鬼，想吗？是什么？亲个嘴。不太好吧，在外面不刺激吗？你怎么这样子呀？不喜欢吗？喜欢。那亲啊。我亲你吗？你亲我。那我来了。来吧。你嘴巴好软哦。喜欢吗？喜欢，好好亲的样子。那你要不要换个地方再亲一下？你想去哪？要不去你家里，方便吗？方便，我家没人。那走吧，我还想再亲一下。走。要不你千万别走了吧，乖乖。啊，我一个人害怕。你怕什么？一个人啊。这不合适吧？你不想吗？我想。你想什么？我想。那要亲个嘴吗？啊，这么主动的吗？你不是喜欢我主动吗？我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那我亲了。亲吧。你闭眼。好甜哦。好软哦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我要回去了。你真要走吗？那也可以不走。